做好热身，可以游水啦。等等，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？识。第一，患病不适咪落水。患传染病或者发烧、感冒、肚痛都唔好落水。第二，保持池水卫生，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，有唔妥就好去厕所。第三，注意个人卫生，游水前后要冲身。清楚晒，泳池卫生人人识，安心畅泳好舒适。